Resi Mall 逛，这来阿拉伯两个礼拜第一次出门，那现在是7:30，然后这应该是今天最后一次的祷告时间，那所以祷告时间店都是关的，那等祷告时间完之后我们就可以逛了。OK， 佛店，对，可以看里面就卖什么袜子啊什么的，香水啊拖鞋，他们这皮的拖鞋。其实很多人都有卖，因为他们祷告都要穿皮的拖，他们都要穿拖鞋了，应该说都要穿拖鞋才对。吃饭，先去找吃饭的地方啊，因为实在是现在已经有点晚了，肚子有点饿。吃饭在楼上，这帽超大的，其实以前好像就拍过，有3层楼。本来他们有个特价的一个盒，然后反正就一盒餐盒，然后它是12元。就是广告也没有特别，它就是广告。然后结果他说没有，那我们就买10元，对。然后他就说，点完之后他就说你要不要饮料？饮料要什么？他直接问饮料要什么，那我们就叫饮料。对，结果饮料要加3块钱，有点瞎。但是啊，反正就是这样。所以他们饮料还给了一个很神奇的外带纸盒 ，OK。然后这个里面看起来就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炸鸡腿，然后啊汉堡皮，他们这边真的很多这种汉堡皮，两个鸡块、汉堡皮跟薯条，就这样，10沙，台币80元。炸鸡，这炸鸡有点小啊，你看，就这么大而已。这味道吃起来跟台湾的蛮像的，不像那个阿拜克，阿拜克是阿拉伯味，这就没有阿拉伯味，所以我觉得。还不错，虽然 size 有点小，主要 CP 值不错。厕所，然后结果竟然在旁边发现他这个百货公司里面竟然有那个做礼拜的地方，真超强的，很有趣。新开的无印良品，阿拉伯的无印良品，怎么还有那个阿拉伯味？这家是新开的，所以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其实好像卖的东西没什么差别，就基本上就是。就是卖一些日本货，衣服的 style 好像也没什么差别，蛮神奇的。小物，看看哦，看看价格。其实我也不知道无印良品东西到底价格多少，错的哦，20沙，小夹子35沙，耳掏185单，这边卖多少？12沙，我懒得算嘞，我感觉是蛮贵的啦。这是之前看别人号称最没用的无印良品上。的用具，23，套戒指的，还有放牙刷的，这个多少钱？23，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便宜，但是感觉超过了，1600单变成95。现在在跟我同学买，就叫 Batio， 就是最高级的野早店，然后它可以让你选，然后这种就是一般的野枣，然后是1公斤135沙，然后这个 Adrop 就比较贵，就是1公斤250沙，然后还有这个有塞东西 stuff 的是1公斤175沙，对，然后他是买那个小盒的那一小盒，他说大概8到10克左右，然后大概就是80沙，就是如果是那个有塞东西的话，那这家有卖其他的巧克力啊什么的。之类的东西，还有这个超级 luxury box， 是超大盒的，这两个都超贵，像这个小盒的要500，椰枣，还有饼干500沙，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啊蜂蜜，然后橄榄油 ，nuts 45沙，帮我同学称那个称的，他称200克，哎呀，被他屁股挡住了。就照我同学买完之后，差不多出来的价格就是一颗这个17.5块台币，这样子应该比较有感觉。其实也没到超级贵了，但是啊，今天肉一直在特价，整个看起来就很想买，有一种主妇上身的感觉。8块，那5折哎，超夸张的，汉堡肉，到时候买一堆肉回去，所谓感觉超强的。啊，这就是那个比较贵的，黑色的，对。你看这个36、91，差超多的。
啊，这我上次买那个超废的月桃酥，真到处各种特价哎，啊，这超小，优质阿拉伯糖果，买了多买一个吉大杯，然后就竟然涨了5块钱，傻眼了。早知道上次多买一点，昨上次其实心里也太重了，买的也装不下去。